クシャルダオラのねぐらは高所だ。調査班のみんな、よろしく頼んだぞ。了解っす。さあ、調査開始よ。私たちも行きましょう、相棒。うん。全熟肉，半熟肉。Oh.他动作太快了，有点麻烦。
先观察一下他会他在空中会做什么动作。地上的动作感觉还好，没什么太特别搞人的，不然就是条件还没到。然后你到底什么时候下来？我还不想浪费我的闪光弹。好像要下来了。好。这个有比较低一点。他就只会这样子的吗？这只网怎么这么没有思？这么没有深度啊！我还是比较喜欢我的老朋友，我的好朋友。超级无聊的、欸。对啊，他就吹个风压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开始飞来飞去的，干。干，你们会觉得这样子好玩？哇！哦，他终于下来了，我的老天！哇，他要上去了！干，真的太好玩了。我就只要在那边看他这边飞来飞去，我就饱了，我就完全就可以体验到这个游戏的乐趣。哎，对，他现在这边吹应该有两个以上的风压，哇，太好玩了！他到底在干嘛？对，然后我就不能进去了，超级没 sense 的，超级。完全看不懂他想干嘛。哦，他终于生气了！他妈，我打个你几下你就生气了！妈，有没有这么玻璃心？耶，又上去了！干，好无聊哦！你可以下来了吗？哦，我大概知道你会什么东西了。一个好位置，哎靠呀！干他妈这个地形好雷哦！好。我以为他会冲过来之类的。
我可以，那如果说要中毒才好打这只的话，那我应该要拿那个火龙，我应该要拿火龙盾的，啊，火龙充能符的。下，不过他的动作其实是算快的那一种，所以没办法，不太能自己主动发起攻势。他就这样子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，然后我只能祈祷的某一天他能够下来。你是要落来袂？啊，干，你是要落来袂？不是啊，就闪光他，看他妈你家闪光很多啊！一次出门只能带三个啊，张飞，干我一定要带毒。他的头破了是不是？那其实蛮脆的、欸。
还没有。古龙总之用这只帅好打干，不用膝盖看都知道啊。他只是只会飞来飞去而已，他到底有什么难的？他就只是很烦人而已。干，他只是挂名而已，我也不知道古龙总到底强不强。人家目前打过最强的应该是，我还真的没什么印象，有谁是最强，真是难打到那种会很头痛的，没有。哇，你终于下来了，嘿。干，他要上去了，啊！然后不要再跟我讲闪光弹了，拜托。哦，不下来了。干，他要上去。好烦躁啊，也没有到烦躁啊，就是无聊，真的无聊，真的是无聊。我就在那边看他一直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，然后我就在那边追来追去，追来追去，追来追去。够嗨呀！打还是灭镜龙比较好玩。最好玩的还是灭镜龙。
我还不能离他太近。感谢封糖浆新干爹订阅，感他这次在地上待的比较久，不错，有进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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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他这个视角真的很烂。这古龙的可以被骑吗？谁准你走的？他可以被断尾吗？
くやってくれた。好无聊哦。好无聊、哦，真的，真的有点无聊。干，我们想说古龙应该是要很磅礴，不然就是他妈强到靠背。那就去，那，干。还是我们家的灭尽龙。